女人彻彻底底爱上你了，才会有这些爱缠你的表现，珍惜她。一，她会一路相随，与你风雨同济。她看重的是你个人，而不是你的身外物。你过得好，她自然欢喜；你过得不好，她万分心疼，甚至比你还难过。在你患难的时候，即便所有人都不相信你，所有人都离弃你，唯独她一直与你生死相随。二，他会将你摆在第一位，为了你不惜和自己的亲人朋友闹翻。你是他最为珍惜的人，他的亲戚朋友若是为难你，他肯定会站在你一边，为了你不惜和他们闹翻。在公众场合，若是有人揭你短，伤你的颜面，他会为你据理力争，竭力捍卫你的尊严。三，他会偷偷在你钱包放钱，怕你付账时钱包没钱没面子。他时常在你钱包里塞钱，时常给你发红包，只为你用钱起来方便。他常说男人在外面应酬多，需要花钱时发现钱包里钱不够，是很没面子的。四，每每你做一件事，他都会无条件支持你，为了你的梦想，他甘愿做你的贤内助。即便你失败多次，所有人都对你失去信心，唯独他一直坚信你可以的。他时常勉励你坚持下去，为此他会放下自己的事业，无条件支持你，因为你的成功比他的成功更令他开心。五，你生病了，他会拽你看医生，他会为你吃药。女人骨子里对你动情了，会十分在意你的身体，你是他的主心骨。你若病了，他会感到恐慌，感觉天塌了似的，故而他会拽你看医生，会在床头给你喂水喂食，无微不至地照顾你，直到你康复。